你知道宇航上新闻了吗？连孩子都管不好了，还能做这个家的女主人吗？如果做不好的话，要换掉吗？安静的结束吧。我没办法这么做，那个男人不在意我是谁家的女儿，他真的只是喜欢我这个人。你被背叛了吗？被自己信任的朋友捅了一刀，哥不是说过要你小心他吗？如果俊基当初是有企图才接近你的，你会怎么样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，《上流爱情》。